大家好，我是 First Aid 长。大家知道台湾的文旦柚其实跟日本的柚子是很不一样的吗？那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当一日柚农，欢迎我们的文旦柚领航员 Gogo。 啊，欢迎两位。我们桌上有好多文旦柚的产品哦、喔，是，对，看起来都很好吃哎、欸。这个全世界品质最好的哦，真的吗？文旦柚真的哦，雄厚哎、欸。对，因为真的看起来跟日本的很不一样，日本的就是小小一个，然后也比较圆一点。对，那吃起来的口感味道也跟在日本吃得到的 grapefruit 跟那个葡萄柚又很不一样、所以我第一开始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惊艳，太好吃了。那我们是不是来享用？是是，我们一定要用。用日文来，いただきます一下，因为它有这个包含感恩的心的意思。是是是，对，嗯，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juicy， 很多汁。最高。すごい果実がしっかり、果肉がしっかりしてて。噛めば噛むほど甘みが、優しい甘みが出てくるのが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ね。本当にそうですね。日本の柚子は。台湾的その文旦に比べれば、両方何か長所あります？台湾の文旦はね。まず見た目も大きさも味も全然違いますね。そうですね。そう、日本の柚子はお風呂に入れたりなんかもしますよね。でも台湾のこんなに素晴らしい文旦柚はお風呂に入れたら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よね。もったいない。文旦柚啊，它可以生吃。生猪之外，它可以做很多加工品啊。是，这些加工品有是可以使用的用品，有的是可以当做食品，食品。所以我们这个是食品。那还有非常多的这些都是用文旦柚做的，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添加。我们现在就生在这个果园里面，待会就请所长带我们导览一下。好。哎，燕福你好，市长好。我今天带这个非常有名的网红，这个沙奖来参观我们的果园。这一位是我们郑燕福，我们的优秀农村青年，他得过非常多的奖。我们请他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吧？真的，因为像这个文旦柚啊，每个都这么漂亮又饱满，但是到底要怎么挑选最好的呢？因为我们果园比较特殊，是我们果园都每一个树都有它的身份证 ID， 那我们在采收前都会做一次的甜度检测，然后来进行甜度分级。还有分级，对消费者来说，他吃到的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品质。那其实最主要由外观来挑选的话，它只要油包够细致，然后颠起来重量很重，它其实有那个。沉重的感觉，那其实就是一颗很好的柚子，它的口感的部分都会非常的绵密细致，是不是？对，那我们果园都有在做产销履历，哦，产销履历是什么呢？产销履历就是哈，我们田间所生产的这些生产者，他们要按照政府所制定的良好农业规范来做生产。那生产过程当中，它的用药啊，或者是施肥啊、灌溉啊等等，都按照我们良好农业规范来做。那在生产过程当中，它除了按照良好农业规范做之外，它还要做记录。做完记录之后，要上传到电脑上，是让消费者可以查得到。如果这个要上市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它会让你贴标签。这个标签上面就有 QR code。QR code 我们拿手机一扫的话，就可以知道，哎，这个是由谁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生产，非常清楚，就是代表它的身份证。哇，那真的是非常透明，所以绝对安全安心。这个大家可以很放心的来，购买。真的耶，有这个身份证，真的吃得好安心哦。对。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要怎么样去切柚子才不会造成苦味。首先呢，将它的头去除，尾巴切开。柚子的厚度大概都在2公分以内哦，所以在切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切的很多，沿着边边这样将绿色的皮慢慢的把它削掉，就不会有这种精油流到果肉上的困扰。那这样你在品尝的时候，你就可以品尝到柚子最原本的风味。